你好，现在呢回答你这个问题，你说请问血小板指数较偏低，有什么中医方面的药物治疗及什么饮食有助于升血小板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虽然不属于咱们目前疫情阶段的问题啊，但是呢，也跟免疫力有关啊，我来呢给您做一个简要的一个解答。首先呢，我们说血小板降低，这是血小板是血液的一个成分啊，它有一个凝血机能。血小板减少呢，通常是会有一些出血倾向，比如说皮肤的淤青，比如说碰一下子突然就青了。别人都没事儿，你稍稍碰一下就不行了。有的时候呢，晚上睡睡觉，早上起来莫名其妙的就身上有几块淤青，这是比较轻的血小板减少。严重的呢，就是伴有一些皮下的出血啊，甚至形成呢个血小板减少性的紫癜。紫癜这个就属于那些斑在皮下的，也是在皮下大量的淤血，它跟疹不一样，斑呢是用手摸呢，它是平的，跟皮肤是一样的，疹呢用手摸它是高出的，所以呢血小板减少呢属于一种血液方面的疾病，在西医来说。在中医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从归在脾来论治，因为我们说脾呢是气血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包括所有的血液成分，是造血的一个器官。那么血小板减少呢，自然呢也要进行补脾。脾呢还有一个功能呢叫脾统血，因为血不流长脉而外溢，其实这种紫癜出血都是外溢血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归于脾来统领。那么治疗呢主要在健脾，健脾的时候呢，脾有几个方面，脾是单独的脾气虚啊，还是脾阳虚啊，还是兼有湿邪啊，这个就要辨证了。我不知道你这个病人呢是多大年龄，还是小孩，通常小孩这种血小板的问题比较多，成年人的呢不太多。当然血小板减少呢容易引起出血，那小孩在外面磕磕碰碰的外伤啊就很麻烦，有时候出血就不容易止住，别人出血用点什么纱布啊创可贴啊就好了，那么这个孩子呢就出血很不容易停止。如果要是女性的呢，她有时候也会月经过多呀，也会导致的这个痔疮出血呀，和牙龈出血，反正各种出血倾向都会有。那么呢它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出血也有别的原因引起的，不都是血小板减少。那么补脾呢是一个原则啊，我刚才说了中药呢补脾呢我们通常用的基本方是四君子汤。四君子汤呢是味药，生猪灵草四君汤补气健脾推此方，所以呢非常好。但是呢人参要注意，如果有热象的不能多用，最好换成西洋参或者是党参。当然了，要最好找一个中医啊，你要看一看他到底是哪个方面这个脾虚，根据这个年龄啊还有他的这个体质特点呢单独做一个方子那是最好的。如果说中药的饮食调理或者中药，一般来说呢吃一些阿胶啊、龟板胶、绿角胶都是可以的。那另外补血的方子呢主要是四物汤，也可以用八珍汤啊一起。八珍汤呢是四君四物合成方，四君子汤和四物汤一起。那么这些呢都是很专业的，需要有这个专业的中医师呢帮你来把脉，帮你来看诊之后呢出一个方子更适合这个病人。我不知道还是你本人还是家人还是什么朋友啊。那么呢谈到饮食呢，血小板减少呢跟它是血液成分之一。首先呢就吃一些有营养的，
含铁的一些东西，其实它红细胞雄蛋白也不一定低，如果要都低了，那就考虑其他疾病了。反正就是说在这个饮食上呢，我刚才说了那些阿胶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血的剂啊，再有一些当归三七这些呢都可以当茶饮。另外呢就是食物里面的红枣啊，是一个补血的圣品啊，可以呢煮水，甚至每天呢泡水。有的人呢用这个红枣啊泡茶喝，每天呢七粒放到杯里，从早晨到晚上就是不停地喝这个水啊，这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再有那个花生，那个红叫花生衣，花生那个仁儿那里面那红色的那个皮啊，它也具有补血的作用。当然啊，吃花生的时候没有人单独吃这个皮儿，但是有的时候皮都扔了啊，挺可惜的啊。吃的花生你要带皮吃啊比较好，而不是煮的啊，就是那个生的花生啊皮。那么还有就是骨髓骨头汤来煮。脊髓呢是一个造血的一个器官和补血的一个成分。因为中医讲呢啊，以形补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啊，要补肝就吃动物肝脏，啊，补肾就吃动物的肾脏，这个有没有道理呢？以前呢认为也不怎么科学，但现在人呢研究有报道，不管是动物的内脏还是人的内脏，他们很多的这个成分。微量元素和所含的这些蛋白质和结构都非常的类似，所以呢以形补形呢，中医一个方面可以买一些猪的那个骨髓，就是那个脊柱骨，也不贵，是超市很便宜，完了煲了汤，煲汤的时候呢你加点那个菠菜根，菠菜那个红的那部分啊，它有一个补铁的作用，菠菜含铁很高，它能够补血。我们说肝藏血啊，那个动物的肝脏也是具有补血的作用。另外蛋白质也是不可缺少的，牛奶啊，瘦肉啊，鱼类啊，蛋类啊，这些其实都是交叉来使用，但也不要偏食。说的这个红枣的好，天天吃，吃多了以后呢可能影响消化，也不是很利。就是这些食物呢你可以交替来进行，作为一个食疗。食疗呢是个补充，但主要的是如果血小板减少很严重，我不知道你的那个指数到底是多少，如果非常低的话一定要喝中药，那个就会更快一些。有的时候还要借助一些艾灸啊，是不是需要针刺啊，这个都另当别论啊，那都有效果啊。回头呢这个我们如果你还有问题呢再发到群里，我再进一步解答。啊，您看 Vicky 这样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可以吗？谢谢。